哎呀，好了，我媳妇儿走了，啊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也过来玩来了，媳妇儿。嗯。哎呀，玩来了。哎呀，你别管我了，我也没干啥。你咋这么愿意来这地方呢？我，人家这块老妹儿给提供情绪价值。你的意思我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？你多少差点意思。明白了，家花没有野花香呗。我没说那话哦。来这么的，你怎么要求他们？怎么要求我？你不说你老妹提供情绪价值高吗？没有，哎呀，没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你快点的，撒楞的。不好。墨迹啥呀？这啥歌啊？你管的，我就乐意听这歌唱。你不会乐呵的、啊。站起来！管着我都没说那啥呢，你还坐下来这？你不会动弹动弹呢？谁让你笑的？不用笑了。